上店员听到一声巨响，抬头查看了一下，听到第二声，心想那是什么声音？而另一处宫庙轰的一声巨响之后，监视器晃动了好几下，将近了20秒之后，又听到了第二声。这今天中午左右，北彰化多个乡镇都听见了轰然巨响，民众惊慌失措，还以为是不是发生大地震。天空传来两三声很大声，好像打雷一样，还以为爆炸还怎样。民众纷纷打电话向消防局通报，称发生爆炸了。而多个消防分队的人员也出勤查看，但是都没有发现任何的灾情。不过也有当地的居民表示看到了战斗机从彰化的上空飞过，因此猜测很有可能是飞过所产生的声响。也有人认为是战斗机低空飞掠所产生的音爆，甚至有人哭诉开战了吗？不过酋镇空军他们则回应不是他们的，因此无可奉告。究竟声音是从哪里来？现在众说纷纭。